到家，今天在迪卡侬买的这些东西，有一个快干的大毛巾，然后这个我去游泳的时候可以用得到，再来就是外宿的时候去旅行的时候，我觉得这也蛮方便的，也可以带着出门。然后这个是运动的那个上衣，还有一件裤子，这个、自己在家里做运动或者是去跑步的时候都可以穿。然后这个是我儿子说。他同学也有这个水壶，然后他也想要一个，我就看起来还不错，就买一个给他。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这个是 2.5 公斤的哑铃，它的造型我觉得还蛮喜欢，因为黑色。再来就是它外面有包一层膜，就是碰到地板的时候不会很大声，然后还可以就是因为它三角形的嘛，它不会滚来滚去。我还可以就是平常可以这样子练那个手背或者是练核心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还不错，这个我蛮喜欢的。Thank you.
最后一组了，好，谢。上方是餐具，旁边是茶叶、酱油、三葵，还有姜和缺的。OK， 然后最多一次可以送出四盘，不喜欢的话可以按取消。然后点餐完可以按点餐记录，然后如果需要可以按服务铃，结账完拿按结账，然后拿着账单到柜台结账。OK， 好，谢谢。那我要，然后花器，不要吃一个这个。好，现在一个布丁一起吃哦，不能吃太多。没有，就是要点心。什么游戏？我先。冰棒哦，对啊，这个就是水果冰淇淋了。嗯，那我不要有吃过的，这没吃过新的啦。这给我的，嗯哼，不吃。紫米红豆牛奶，这水果这里，嗯。下面也有牙齿啊，嗯，前面都是换牙的，嗯，
没有白白了。你看不到。